文佛剑准备深入圆境之中，一座诸佛脱困，有我阿赵，有爱对罗上师。喂，何时要还我再派人同行？人都环游不便，何况圣菩提飞袖，只盼还我一世坐定神风。立刻地向还我地下，斩青中一条魔命。咱听师尊提及，你是怕圣菩提飞袖，魔命将再生变。听凌霄所说，魔界方面将再起风云，吃去圣菩提镇压的魔命，不知是否将师还我，被卷入风波。